者刘小新彰化报道，民进党彰化县党内登记作业到今天截止，共有118人完成登记，老蒋新人辈出，也有多人选择转换跑道，预计将在3月7日公告提名名单。这次有30人登记参选县议员，14人登记参选乡镇市长，6人登记参选村里长，68人登记乡镇市代表。年纪最轻的是24岁周平，登记参选彰化市民代表。这次有多位县议员转换跑道，县议员赖岸章、林世贤都双双登记参选彰化市长，县议员陈秋荣登记升选员林市长，县议员李俊玉登记参选西州乡长。不过也有乡镇市长选择投入县议员战局，花坛乡长李成纪登记参选彰化区县议员，西州乡长黄胜禄登记参选北斗区县议员。也有乡镇市代表将挑战县议员，杨富军、庄生汉登记参选彰化区县议员，黄金堂登记升选员林区县议员，黄金吉登记参选西湖区县议员，谢武军登记参选二林区县议员。乡镇市民代表选择转换乡镇市长选战的有王东瑜登记参选北斗镇长，林俊熙登记参选竹塘乡长，潘顺良登记参选鹿港镇长，洪承奇登记参选西州乡长。备受注目的新人方面，鹿港镇长夫人杨妙月登记参选鹿港区县议员，县议员黄玉宽由儿子黄建宏接棒登记参选彰化区县议员，彰化市长邱建富的妹妹邱维玲登记参选彰化市民代表。民进党彰化县党部主委黄振燕表示，各选区县议员提名席次为彰化区6席、鹿港区4席、汉美区3席、园林区4席、西湖区3席、天中区2席、北斗区3席、二林区2席、原住民1席，只要是超过2席的选区，一决议都要含一席女性。因此，只要县议员登记名额超过提名席次，就要进行协商，协商不同就办理初选。目前有汉美区、园林区、西湖区、二林区都是协调，彰化区部分因为登记6席男性，依规定要协调出5名男性，并征召1名女性参选。在乡镇市长部分，彰化、北斗、埔盐、埤头、西州都有2人登记，依照规定也要进行协调，协调不成就办理初选。